岁的苹果了。奶奶，你呀，读书要是这么努力就好了。奶奶，我能不能不去学校啊？不读书就想着玩啊，你这孩子。奶奶，同学叫我。好，你玩去吧，早点回来。别去。不可干预。王子耀，我是来接你的。我可以回去再看看我奶奶吗？我不能帮你卖苹果了，奶奶，你要好好的。那另外三个呢？我能带走吗？人间有人间的规矩，在人间他们被年龄限制，我们带不走。年龄不应该是借口，他们生来就是恶魔。老人家，这么好的苹果扔了干嘛？坏了呀，会吃坏肚子的。放下面凑合卖，丢了多可惜啊。也是啊，就算只是坏了一颗苹果也应该丢掉。把它放回去的话，蛀虫会腐蚀这一整筐苹果的。那把这些交给我处理吧。那我给你算特价。都到晚饭点了，只要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奶奶，对不起，我回不来了。你想怎么处理？别急，他们会有报应。